少，您的身后这五颜六色的吊篮往返循环，是全长465米的单线式循环索道。乘着它呢，可以把您带到龙彻峡的第二大景区神仙院。神仙院就坐落在我们右侧的山峰上。下面呢，我们只能看到神仙院周边的一些景观。在我们的右上方，万仞绝壁之上呢，有几棵历尽沧桑的古柏树，其中那棵树干最粗、树冠丰满且俯视外看的，就是树中之王，人称魔王树。它的树龄呢，已有800余年了，据说呢，可以医治百病。回首您的身后，最外侧的山峰，在山腰上呢，有几块方形的石柱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呢，空自一头小骆驼。但它不叫骆驼石，叫棋盘石。石柱上边平坦如棋盘，有石子像棋子，这些棋子每天都在移动，传说是仙人下棋的地方。到了吗？在我们左后方的山峰上，有一只跳手敲弯的小鳄鱼，叫做鳄鱼石。